老肖回国，我们聚一个。最近有点忙，大家先聚。兰，去山东换人，小马去不了。为什么呀？他新交了女朋友，刚谈上就让人异地恋，不厚道。为什么呀？昨晚我骗了你。 我让他去，主要是因为他是北方人嘛，跟当地人好打交道。不用解释，我都明白。走了啊。喂，伟天，叫上林夕。我们同学聚会，叫他干嘛？我们公司有单子要找合作的翻译公司呢，就问一句，林总监来不来？我会转告，来不来看林夕自己。我有个会，晚点到。 支持一下我们社团吧。哦，我们社团是由一群热爱科学、热爱科技的人组成的。我们所募捐的基金都是为人工智能做试验、做发展。能支持一下吗，老师？谢谢你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。 时间飘泊。
请问是陈耀成先生吗？啊，我是陈文，是西姐的助理。您的情况呢，西姐跟我说过了，这个是国际文化办举办的阿拉伯诗歌之夜的翻译稿，有一周的时间，来得及吗？林夕呢？他怎么不来啊？西姐呢还有其他的事忙，一般和自由议员对接都是由项目经理或者我来负责。您可以先看一下稿子，我公司还有一些其他的事，先走了。拜拜。在忙。喂，怎么了？你的人过来找我了。陈文是吧？是我让他去找你的。那边稿子有问题吗？等一下再说吧，先开会。不好意思，开始吧。来。陈阳，你有问题可以直接问徐老师，刘尚尚的事情可以找陈文。林夕，我一个人可以，不需要别人帮忙。哎，姨奶奶，怎么了？跟谁生气呢？我没生气。不会是跟女朋友吧？哪里需要什么女朋友这种生物呀？干嘛？给你妈打个电话，报个平安。我不打。不是奶奶，你怎么这么大老远把我叫过来，就为了当个说客？不是我说你，跟你妈住在一个城市，三个月不打一个电话，她找你吧，微信不回，电话不接，你说你干嘛呀，耀耀？她是你妈。姨奶奶，她要是我亲妈。他能在我爸爸去世三个月的时候就嫁给他最好的朋友吗？上一辈人的事情你们不清楚。打一个报平安。我不打。我走了，拜拜。你奶奶，门口的高跟鞋是谁的呀？忘了告诉你，上个月我这儿来了一位姑娘。谁呀？你不认识。那我得认识认识呀。你说您年纪这么大了，陌生人不知根底多危险呀。你跟我说说呗，她叫什么名字，年纪多大了，在哪工作，有没有照片啊？你查户口呢？人家姑娘是华深翻译公司的，是他们大客户部的总监，七八年前我们就打过交道，人姑娘好着呢，放心吧。姨奶奶，咱们家是不是还有一个房间呀？对呀，怎么啦？要不我搬过来住吧？去打个招呼，你这边。小姐需要吗？李总，好久不见。
好久不见。最近你们那边发展怎么样了？挺好的。挺好的。我跟你们打招呼。这么多年你都是一个人，不会是在等某人吧？等谁呢？说，谁呀？啊？哪位？等你，等你们。哎，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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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老兄，你可算是来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姐还是那么帅。肖总，哟，好久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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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魏天宇停车了，马上过来。哎。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的？林夕今天来不了了，他有事儿。怎么着？这单子是不想要了？瞎说什么？是真有你的。来来，那咱们不等了啊，都到齐了，来，我们一起庆祝老肖回国。来来来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开会，开车来的，以水代酒啊。来来来来来，欢迎回来。老肖啊，要不是我们知道林夕啊早跟你分手了，你看你现在吃醋的德行，还以为林夕继续管着你呢。就是啊，那时候咱们打游戏，打着打着就听到林夕的声音。肖一成，你干嘛呢？肖一成，你怎么又在玩游戏啊？当时老肖就不敢玩了。行了，你们人家老肖现在有家有室的了，还有孩子。以后别提这茬了啊！啊，什么情况？我单身。哎呀，这是不承认。你这消息不准啊？什么准不准的？你去喝酒。来，就你喝的少。来来来来来来。李俊。嗯。你们公司那个单子什么情况啊？哎呀，咱们出来吃饭就不了工作，约个时间，明天下午去你们公司，具体对接人谁啊？魏天，你可真够实在的，这李俊说有单子，那是想把林夕给炸来。你们以后别拿工作开玩笑啊。哎，别听陈潇胡扯啊！我胡扯？我们公司是真有单子，不过我们老板娘不愿给你们，要怪啊，就怪你们华生林夕，名声在外。一个漂亮女人，在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的，这难免啊，都有一些传闻。你懂的，比如呢？你别听他瞎，人家还没说呢，你怎么知道瞎说？哎，不是，那林夕什么样子？你自己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还真不知道。谁说说？林夕那点事儿早就传遍同学圈了。李天，你也别护着他了，我知道他是你领导，但他又不在，你怕什么呀？我不是护着他。魏天，我让人把话说完，继续。那我就抛砖引玉了啊，都说这林夕呀是末流211女生跑到咱们学校捞男友的，那根本就是司马昭之心，这路人皆知啊。哎，对，这果不其然呢，老肖没有考上马蒂斯理工，他就把人给甩了。
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就是，老肖衣锦还乡了，那现在指不定在哪儿后悔着呢，对吧？肯定在那儿后悔呢。老乡，你也觉得我说的对，对吧？像她那样的女生，你怎么能看得上呢？之前看不上，现在更看不上。你还真是在胡说。当年是我对林夕死缠烂打的，你们都失忆了。我只是听别人说，转述而已。行。不过，他现在有没有后悔，我就不知道。还有谁想说说？这家伙在那么远地方都能闻到饭香味儿。谁呀？老赵。老赵。老赵，嗨，赵大哥。老赵，哎，你们都在呢，聚会不通知我？通知你啊，你在山区支教，来得了吗？老肖呢？这儿呢。哎，老肖。哎，我这回来可一定要请你吃顿饭啊。为什么？哎，你这不公平啊。为什么只请老肖啊？是不是看人家发达了，你巴结人家，鄙视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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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鄙视！哎呀，挂了，挂了，挂了！哎，等！哎，老肖，你没告诉他们啊？什么呀？你们俩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故事？快说！还真有。老肖他们的翻译机半年前做测评。无偿支援了我们县教育局100台啊，在他们公司这些产品的辅助之下，今年县初中英语中考水平有了质的飞跃。你们啊，多向老肖学习学习，看人家这觉悟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就你话，挂了啊。这事儿是真的呀？就冲这点啊，咱们得向老肖学习。来来来来来来吧来吧，敬你一杯，必须喝一个。来来，必须喝一个。来，谢谢大家。家酒漂亮，下次一起。好啊。不是，孙总肯定是把他私藏的好酒都给拿出来了。试喷一下。西西，孙总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谭莎莎，翻译青年杯获得了国际翻译大赛的第一名，现在在我们大客户轮岗。这位就是今天的东道主，晋格资本的孙有为，孙总。敬两位美女一杯。哎，敬您。我们都干了。我酒精过敏。看来是我们今天晋格的酒没准备好啊。没有的事儿。是他确实是酒精过敏，我给忘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替他喝，您别介意。你替他喝？好啊。服务员。威士忌啊。白州12年，口感醇厚。哦，好酒，好酒就要多喝点。听人喝酒，起码要3杯起跳啊。那是肯定的。
魏建民。好。好酒量。我去给你拿个柠檬水。陈总，您平时让我少喝酒，今天这是唱到哪儿出啊？我这是替你立威啊，你替他挡酒，他就欠你一份人情，就得记得你的好，敲打新人就得恩威并施啊。有劳您啦。啊，哦，我还要去招待一下客户，你们自便。您忙。你没事吧？你有事吗？酒精过敏，这种话你也编得出来？我真过敏，真的。进入到客部，都要先填写一份生活习惯明细表，你没上传。我以为那个不重要，我就先弄那份医学翻译了。不要以为这只是形式主义的东西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，让你们填写表格，就是为了让你和同事可以更好的进行协作。比如说王强，他害怕任何有羽毛的动物，所以禽类贸易会他就可以不用参加。陈文，他有严重的鼻炎，香水类的活动他就可以不用出席。现在明白了？抱歉，我回去我就填。现在知道自己为什么不适合农贸会了？不知道。你去了农贸会，有人给你敬酒，你也这么说，说过敏。去农贸会就一定要喝酒？没道理吧？酒桌文化是陋习。酒桌文化是陋习还是礼仪，取决于人的发心，而不是酒本身。商务浅酌那是合作双方的一种基本礼仪，不应该被妖魔化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就得陪着卖笑呗？我不是在跟你讨论喝酒的问题，是告诉你如何跟不同的人打交道。在大客户部工作，不仅是要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翻译服务，还有人情世故、人情往来。你从今天进了这道门开始，你就穿梭在人群里面，一个一个讨好他们，恭维他们。声音小点。如果你希望我成为像你一样的人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我早就应该想到的，你跟高教授一模一样，榆木脑袋。别走。凭什么？你刚刚拒了孙总的酒，现在又提前走了，你让人家怎么想你？他怎么想，我控制不了。他是我们大客部的 VIP。行，你要想走。也可以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你不适合大客户的工作模式呢？说吧 ，CTA 做了吗？造影呢？把所有的结果发到我手机上，不能再拖了，明天手术。好，收到了，就这样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。没事。喂。这酒不错吧？我自己收的酒庄。是吗？我说跟上一次的不太一样呢，为啥？是啊，哎，你的那位同事呢？什么呢？
你要是冷的话，可以先进去暖和暖和，这儿空调开的有点冷。嗯，没关系，我其实在这里更自在一些，我不太喜欢那种场合。是吧？我也不喜欢这种场合。而且，主要我酒精过敏，不能喝酒。啊？我真的过敏，我没有骗你。不是，我也酒精过敏。而且你越说你酒精过敏，他们越来劲，陋习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同类。嗯。你好。我叫陈吉，尔东陈，北极的吉。那个华生大科部谭莎莎。你在这儿啊？陪我去一下休息室。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。你到底结婚没有？干嘛？那天碰见那孩子，那是我干儿子。但林夕误会了。小医生，你和林夕还有可能吗？慢慢。那你得问他呀。当年是他嫌弃我没有考上 Martis， 对我失望。他不是这样人。那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你和他分手的原因，只有你知道，我知道。答应我，否则朋友都没得做了。喂。什么？林夕喝醉了？喂？什么？林夕喝醉了，还干了三杯洋酒。你们在这等着，我现在马上过去接他。他一直这样吗？啊？喝到烂醉。林夕喝酒很有分寸的。估计是这次客户很难缠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喝洋酒。这车怎么排这么多啊？我送你。喂，你慢一点，前面有监控，别超速。常年住在国外，不懂事，你千万别接。不存在。哎，小心，看路看路。大家好，肖总。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送你回去。这位是？正好来来，给你们二位介绍一下，静格资本的孙有为孙总。静格资本呢是国内外。算是首屈一指的私募机构了。肖一成，羽翼您听说过吧？哦，羽翼的掌舵人就是他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他们公司正在 IPO， 您不是也想找好的项目投资吗？现在是人工智能的时代，你投资他呀？最好的智能公司。西西的眼光我相信，肖总不妨把资料发一个给我。好。老孙，
车来了没有啊？啊，你看你把西西都喝成什么样了？白成，这是我姐，这是我姐夫，表姐，男朋友。是。不是，早就分手了。前男友。曾经是。行，哎，但凡是西西的朋友，咱项目是不是得优先考虑考虑啊？啊。是，夫人说的对。魏一天，魏先生是，我是哦，您订的解酒药，我没订过啊，啊，谢谢啊，啊啊，懂了懂了懂了，这个年轻人哎，吵吵闹闹很正常，别动不动就说分手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说多了可是要伤心的，对，回去好好聊一聊，我们西西可是好姑娘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是欺负她，我们娘家人可不同意啊，明白。那咱们先撤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你们路上注意安全啊！哦，好，再见啊！拜拜，小心，小心点。嗯，嗯，走吧，林夕，我送他回去。不是，肖总，这怎么好意思？让他送，让他送。走吧。你不走？你这样是不对的。这边好打车。林夕喝多了，你怎么可以让肖总去送他呢？那是他前男友。那不是开玩笑应付客户吗？不是。不是，他俩真谈过。嗯，哎，你们两个到底是不是亲姐妹？表姐妹。表。停车！两位想买点什么？嗯，唐山楂，两层糖衣。多少钱啊，婆？五块。好。第一颗奖励你，第一颗最好吃。醒了。嗯。来。谢谢。嗯。怎么了，在这儿？断片了。
我记得他们把我送到休息室，然后你一直这样吗？在陌生的环境中喝醉，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。孙总和他太太是我好朋友，他们会照顾我的。如果肖总有需要，我可以帮你引荐孙总。不需要。现在的你需要。我说了，我不需要。我替你引荐是有条件的，如果成功了，羽翼 IPO 的订单给我，怎么样？最好的投资公司，最好的 AI 公司，最好的翻译团队，难道不应该齐心协力一起合作吗？你是说，你觉得羽翼是最好的人工智能公司？嗯。你一个做传统翻译行业的，哪有什么发言权？可我对你有发言权啊。你知道你有多少缺点吗？懒、丧、脆弱、敏感，还矫情。但有一件事，我一直深信不疑，就是你的才华。只要你想做到的事情，没有人可以比你做得更好。谢谢。但这次，我想自己解决抑郁的问题。好，那肖总有任何的需要，随时联系我。早点休息，肖总。哪一个？嘿，回来了。奶奶，您还没睡呢。没呢。Hello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耀耀的奶奶是我的亲妹妹，耀耀要在这边参加那个滑板协会的集训，她要在我这里住一个月，谢谢，你没意见吧？这是您的房子，我怎么敢有意见？哎呀，我刚刚知道，耀耀现在是你们公司签约的自由议员，真是缘分啊！耀耀，嗯。以后要好好表现，别给西西添乱。知道了。我老人家呢就要去休息了，你们年轻人慢慢聊。奶奶晚安。晚安。为什么不回我微信？有事儿呢，发群里，有专门的人给你对接。过河拆桥可真现实啊。这是公司的流程。那是你的流程，不是我的。那你想怎么办呢？我是你招进来的，我只跟你对接。OK。OK。早点休息。晚安。晋格资本，嗯，劝你慎重。为什么？晋格资本孙有为，出了名的不见兔子不撒鹰，让他投资，恐怕他会要的更多。不怕他要的多，就怕他不要。但是我们不可能一味的让步哦。
资本之间的博弈就是拉锯战，现在说这些为时过早。谁提议的金额？一个朋友。是他。老肖，他想帮你。没有，他有条件，他想要鱼上市的单子。你心知肚明，这只是他的一个借口。承认吧，你心里放不下他。我没有。哎，林夕，2014年被华生对外翻译公司破格录取为同传一员，入职一年，经出色表现入选世界消费者大会、农业贸易会等多个大型赛会，担任口译服务的主力同传一员。入职三年，合作客户满意度接近100%，被大量重要客户指定担任一员，并且为公司开拓口译市场。当年为公司提供销售线索近300万。入职五年，升职为助理首席口译员，后转入大客户部，是华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部门总监。公司没看完，带回来看。肖一成，你心虚什么？我没有。你是没心虚，还是没对他旧情难忘？我都没有。哦，哎呀，这照片啊，年头有点长了。幼稚。起来呀，哥们儿！忙着呢。谁呀？那个小姐姐，不会吧？真有意思啊！她挺有意思的。那你是几个意思？她劲儿劲儿。懂了，咱耀哥喜欢凶巴巴的。你说啊？别看他凶不拉几，可是他的卧室里呢，还放着玩偶，还有点反差萌。哎，你知道他早上没醒透的时候，他那个样子，就觉得可以随时把他拐走。不是，全世界的人早上没醒透不都是这样吗？但是一工作起来的时候，那真精神抖擞，挥斥方遒。这哪个男人会喜欢挥斥方遒的女人？还是你格局不够大。行，是我格局不够。我就一个问题，咱今儿还练吗？不练了，我得忙工作。而且最近都是他来对接我。拜拜。他要是可以的话，这几份海江大学的法语文件就交给他去做。记得问好 deadline 之后就不要再催他了，这小子有自己的节奏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看来把程耀收入麾下，你还真是捡到宝了。那是。那不是肖总吗？他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哎，对了，我忘了，今天他给我打电话问你的行程来着。走吧，坐地铁，跟我坐地铁去。我今天不用坐地铁。你得坐，你得坐。今天正好坐地铁，人少。嗨。那天醉酒，还难受。早就没事了，都好几天了。啊，对了，我知道有一款冰红茶，这颜色跟红酒很像，要不要试试？嗯，哦，还有，如果实在要喝酒的话，
可以假装用湿毛巾擦嘴，顺便吐掉。你特地来找我就是要教我如何逃走啊？那就谢谢肖总了，我晚上还有事儿，就先告辞了。等等，谢谢，孙总的事，谢谢。那个，我其实也不是特意去说的，就是闲聊的时候顺嘴说了一句。啊，那天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雨衣是最好的人工智能公司。我那是安慰你的话，别当真啊。可我当真了。那行吧。没事，这样吧，你可以跟我提任何一个要求，我都答应。什么条件都可以。对。这个，哎，老板，再来一下。好嘞，啊，来。嗨嗨，走吧。等我。老板，哎，这些我都要了。哎，好的。